熒幕八爪魚八足咁多爪，為你報道城中熱門話題。首先為大家帶嚟溫哥華華裔小姐競選2014嘅面試片段，仲有加拿大中文電台 Little Sunshine 選拔情況，亦都會帶大家去睇下 Tommy Thompson Park 蝴蝶節，同埋歐瑞強半世紀經典全世界慈善演唱會。總之每個禮拜約定你，星期日晚上7:40，熒幕八爪魚。